Hey guys, welcome back to LiraJ TV. 欢迎回到 LiraJ 的频道。很久没和大家见面了，有一周了。我听说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消息，那就是上动 MTV 小哥哥要开2019的巡回演唱会。不知道有哪一些地方，但是呢，如果他来到墨尔本，我一定会去看。我是非常非常喜欢看演唱会的。然后他就是出了一个 trailer， 然后这个 trailer 的话就应该是有跟他演唱会的一些 concept 有关的吧。Anyway， 我们现在一起来看看吧。 Let's get started。对，他这里面有很多很多身材很好的女生，外国的。听说他这次是因为和一个其他外国歌手合作。对，这第一个 trailer 就结束了。第二个，我很喜欢他这个 Burberry 的外套，好看。这里就可以听到一点旋律，那个就感觉和他以往的作品有些不一样。加入很多外国人出演，好，就这样就没有了。对，我把两个 trailer 剪在一起，一共也就只有三。摩登时代的人，摩登。没有看过他演唱会的视频，我想一定很难。哇，是工业吗？这个项目幕后的故事。哭泣的人空眼睛。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短的预告，一下子就看完了，就然后也没有太多的就是背景音乐啊，他的新歌啊什么的，相关的也没有介绍城市啊，所以我觉得进一步可能还有待公布吧。但是这个预告短短一天也就有56万的点击，非常非常的红。所以我想大家越南歌迷应该也很期待。我不知道就是一个就是越南国内，或者是说一些亚洲国家的，还是说整个世界范围内的啊，不知道，但是 I'm looking forward to it。 希望有机会能够去看一场上到 MTV 的歌里。那今天就到这里吧，我们 LiraJ TV 下次见，拜拜。八秒看到的就是有很多漂亮的欧美模特，然后上到 MTV 小哥哥剪了新的发型，戴了眼镜，然后就这个是在美国拍的。那他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Hi, try to, 然后英文是 give it to me, 然后我们来期待他明天的回归吧，一起。